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斗阵特空太平洋职业锦标赛》，我是主持人卓卓。而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呢，是由来自日本的 Sun Sister 接棒迎战我们的 AHQ 团队。相信经过第一场比赛之后呢 ，Sun Sister 已经准备了不一样的惊喜要给我们的 AHQ 了。马上来介绍我们这场比赛的主场队伍 Sun Sister。把掌声给我们的 Sun Sister， Welcome and please have a seat。好的，紧接着就是要来介绍我们的客场队伍，我们的 AHQ 登场。现场的观众朋友，再一次热烈掌声我们的 HQ。 好的，双方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专业分析台。好的，欢迎来到斗阵特工太平洋职业锦标赛的现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是由桑西的作为主场，然后对上是 HQ。 不过桑西目前的一个状况有点惨淡，是9连败，没错，目前在我们的联赛当中是还这个没有办法拿到胜利，还没有破蛋。对，虽然换上叉 Q 曾经有一线曙光，在对上闪电狼的时候有拿出在控制图拿到99%，对上闪电狼是有进步，但是在整体的阵型营运上面都还是要把破口都寄托在叉 Q 身上。对，那当然我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是温斯顿哦，非常可爱的一个公仔温斯顿哦。那么我们其实在每一场比赛的时候啊，都现场都会开放观众，那么也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索取门票。那么来到现场之后呢，我们在今天在主持人的一个专访之后，访问完选手之后会进行一个抽奖，现场的观众可以进行抽这只可爱的温斯顿宝宝。对，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每一场都来现场看啊，但会不会每一场都抽这个还不确定。对啊，就是有来有机会，而且我发现就是说，除了我们这边是暴雪提供的这个温斯顿以外啊，其实包含有一些像 HK 啊、麦基啊、闪电狼啊、M7，他们其实在现场都会有一些应援的商品。对，只要是作为主场队的队伍，都可以在这边去贩售或者去给予他们的一些周边商品这样子。对，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对战组合。好，左边是来自日本的 Sun Sister 要对上客场队伍 AHQ。 在左边主场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先发组合 SQQ、QQ 哥、Jumpman、Elu、Nido、Morris 以及 Odekun、这六位选手就是 Sun Sister 出赛选手名单。接下来看一下客场队伍 AHQ、 Cowman、 DZ、 Eric、 Lady Titan、 凯瑞斯、 Crappy一样哦，这个跟上一组的一个 DTN 对战哦，一样也是这六个人。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桑西的问题好了。其实桑西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XQ 加入之后，当然他们在整个火力上面是有所改善，可是目前看起来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第二的输出手，是 Morris 吗？还是 Nito？ 看不出来。目前看起来他们是给 Morris， 那 Nito 他昨天上场之后，他是担任安娜位，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以现在Sun Sister的一个角色池不是那么的平均，你会发现大部分会集中在 QQ 哥 SQQ， 那他其实会在你包含光大到第一段的时候会拿炸弹鼠，无论攻守都有拿过。那再来就是，他也昨天的比赛打光到第三段的时候，他也换了半仗。那你会发现他角色只够深够广，可是这也凸显一个问题，就是其他人好像没有其他的一个角色池。因为主要在 Morris 这边的话是，本来他是打一个副坦位，但是他被迫要去扛这个输出位的话去玩忍者，但是他的忍者并没有玩得很出色，甚至大部分的输出手射手类型的都是扛在了 XQQ 身上，對，所以这变成是他不能去扛忍者这个位置，要对上的某一个人去担任，那变成是他们这个刺客阵拿不出来，就只能用平推阵来跟对面硬拼了。那所以屡次都是遇到那种刺客型的打法的话，就是屡战屡败，然后
那现在遇到 HQ 的话，他们其实也算是平推阵最强的一个支队伍，所以就变得是只能靠拦路出这个点去打破口，那或者是这边选择第一把去限制到对面的输出。对，商业的目前状况来说，这边 XQQ 是一个很 OK 的一个选手，不管角色时光，然后也是一个非常 OK 能打出破口输出手。那我觉得商业在接下来的锦标赛中，我觉得他能朝由 XQQ 的角色池去研发他们的更多的阵型，但是目前是看到是 Sunseater 的后勤在教练部分可能是比较不足的状态下面，他们最近有在应征吗？对，他们有在应征，因为前阵子我们原本是推特说，Night Owl 没有上场，然后他可能是转后勤位置，但是他好像现在要上场的关，又要去补足安娜的位置，去当主 caller。现在是换成 Kira 四次被换下去。对，那我觉得那这边桑切特在后勤部分可能是要增强，所以他们目前的整个阵型调度上面，可能还是要在斟酌在他目前最强的阵型。然后之前在打那个 DTN 的时候，其实 Sunseater 会变成是变相是由 XQ 一个人在扛破口，可是他并没有扛去call另外一个坦克来辅助他去杀人。我觉得这变成是输出手跟坦克之间要做一个相对的协调会比较好，因为上次他是跟 American 那边对打，然后就 American 是找一个女坦或 D.Va 过来，然后有人帮你们。对，这边 XQ 都直接被打爆，然后甚至是平面两边都在做一个盾上的消耗，可是莱茵都不选择打一个破口，我觉得这边主坦位的责任也是蛮重要的。对 ，XQQ 对单兵意识比较偏强，但而且他并不会及时协同到队友说哦，扎利亚来帮我，或者是D.Va 来帮我这样子。那这是 Sunseater 目前比较大的问题。对，那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反看到他们的对手 HQ， 其实他们。当然，第一张地图第一场对战他们对 DTN 的时候，他们其实有打所谓的一个刺客阵，但不是那么理想。你可以看得出来，没有那么的成熟。可是起码我觉得他们跟澳洲队 Brink 有一个地方很相似 ，HQ 他们的一个三一二的一个平推阵标准阵已经成熟了。也就是说，无论我对上对方的一个刺客或者是平推，他都有一些优势存在，跟 Brink 有点像。Brink 现在的打法就是一个一三二，他就使用一个单坦三输出。他们也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找到一个中心的一个架构。然后再去延伸他们其他的一个阵型，可是现在的伤势目前看不到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样子很像是平推阵，如果寻求不到解答的话，应该是会变相换一个阵容，那只能寻求一个镜像的方式，把跟对面硬拼单兵实力。那这边 Call Man 的话是新增了一个角色池啊，他这次又多了一个拦路柱的选项，所以在抗刺客方面的话有一个些许的提升，所以他们很常在控制组的时候把那个会战的点位缩小，尽可能缩到可能只有一个方向或两个方向，这样子可以让拦路柱的发挥就有一个更加的方向，或者是当刺客只有两个点位可以进来的时候，莱茵扛一个点，拦路柱扛一个点，那变成是只要有任何刺客敢进来，我只要过那个方向就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地图是Sunseater所选择的漓江天塔。哇，这张地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他们也有过交战，但是是一个七连败。等于是他上次也在这张地图打了很多次，他们能在可以选择情况下，他们几乎都选漓江，但是没有能够拿分。他们最多一次就是对上 DTN， 上次对 DTN 的时候，他们也是输掉，但是1-3，对，就有拿到一个小分，但其他对战全部都0-3哦。但他们今天还是选择漓江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在这张地图有平推可以使用，或许 XQ 会使用法拉。或许对他们来讲，在这张地图起码他是有比较多，对，花园有机会，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起码对他们来讲的一个战术体系是比较有发挥的。对，之前在控制中心这张地图的时候，对上闪电狼 ，XQ 的一个牛仔配上他们三一二的阵型，是把闪电狼是有压到门成功过。那我由此可以看出来说，闪电狼说不定往三一二去做发展，稳一点求稳的发展，我觉得说不定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所以在于单输方面的话，不可以让 XQ 一个人寻求打破口，要整体的团队的话是以三坦的方式往前压迫，或者是让一个坦克调度去协助 XQ 去杀到更多的刺客。我觉得 Morris 跟 XQ 的一个配合是他们接下来要练起来的东西。对，那当然这样比赛的一个关键点还有一个亮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HQ 这张地图会不会在使用刺客，因为他们刚才其实打 DTN 的时候两次使用刺客都是失败的，但我觉得这样比赛对他们来讲也许还可以再端出来使用。我觉得花园那张可以拿出来，如果万一真的这个状态没有是很好的话，可以直接换成平推阵把分数拿回来。对，没错，至少我有地方可以换。对，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两边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将时间交给主播及赛评。欢迎来到主播台哦。那这张地图呢是由这个 Sunseater 所选择漓江天塔，是我真的很不喜欢。打 HQ 的时候选漓江天塔，为什么呢？
你等于控制中心就一败啊。就等于这个样子。你选了漓江天涯，就等于我先一败。是，有没有？就是我先少一个小分，我就两场的机会给我拼了。因为 HQ 控制中心的这个展示能力非常非常的高、啊。对啊，就是连 Blank 来都打不赢 HQ 的控制中心。是，所以。控制中心其实这张地图之前是也是 HQ， 我那时候在大陆，我自己去他们训练室看到他们讨论最为热烈的一张地图了。Okay. 当时他们讨论的时候是在面对到刺客镇，那个时候三月标准在面对到刺客镇的时候的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反过来是 HQ 他们想要尝试使用刺客镇的。没错没错。对，那、你还记得我讲到这个刺客镇，你还记得我第一场的时候，他们不是第一个在打花园的时候，我就说他们感觉是故意这样选，然后要跟他拼看看的。我发现我的这个。观察还蛮敏锐，还蛮敏锐的。对对对，赛后采访也有讲，他就是说我们就是想要试看看，试试看我们练的怎么样。但是没有想到 DTN 的刺客症或抗刺客能力好像是比这个 HQ 还要来得好一些，这个还蛮奇怪的。因为其实 Sunseeker 跟 DTN 对我在我的个人的判断里面，我觉得他们是刺客症的，不论是打刺客还是抗刺客能力都非常薄弱。我觉得打。三 sister 的时候用刺客可能会比打 DTN 的时候好一点点，是是是。那原因在于说是他们这边的主输出位是叉 QQ 嘛，嗯 ，QQ 哥 ，QQ 哥这边大部分都玩射控，是，他不太会玩刺客，所以你有机会可以刺他，对，所以对方的刺客火力其实是比较低落一些，没错，对对对。然后这边 QQ 哥拿出了是法拉 ，HQ 一样是刺客阵的222。这是一个 HQ 这边又想来试看看自己的刺客阵发挥的怎么样、啊。我是觉得挺有机会的啦，但是原是，他该不会在这个角度是想要切这个法拉吧？太不科学！哇，三滴血量，哇，马上被带掉。没有想到天上飞的法拉会被两个刺客给收割掉啊！刺客给刺下来了。对，活生生刺死之后 ，Callman 再 shift 带走了 Zedman 的温斯顿。哦，刚才他们这个配合非常的漂亮啊！闪光跟原是分别一个人走了小房间。一个人走了旁边的独木桥哦，然后两个人做了一个夹击，直接把半空中的法拉这边给刺下来了。蛮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丧尸的在丧尸的叉 QQ QQ 哥的火力支援之后，他们的正面部队的火力其实会不成军，有点不太够，然后就直接选择后撤哦。对，会后撤，自杀的自杀，后撤的后撤，这是合理的选择。其实丧尸的在自杀这一块做得非常的果断，我很欣赏啊。对，然后死得非常有效率啊！对对对，死得很有效率，所以他们重生出来的时间其实蛮一致的，这我蛮喜欢。好，龙翼文字拔刀进去，先过安娜，接下来再过露西欧，再砍对方的温斯顿。这一波只交了两个大学，真的很有。他看到他两个人被剁之后，叉 QQ 这边就直接对，想自杀还没办法，被推走了。哇，这个真的是很残忍，很过分啊！对对对，他刚想要自杀，机甲爆到悬崖里面，结果好像被撞了出来，所以小迪把喷到了岸上，想要再跳下去又被收掉了。你觉得在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叉 QQ 这边如果把他的法拉换成麦卡利，会不会好一点呢？我觉得会好很多，会好很多。我觉得会好很多。Okay. 对，目前看起来就是，其实法拉他在这一张地图打不太到这么准的，因为对方刺客阵高机动能力，那法拉其实他在地面可以找到输出的火力目标其实蛮少的，而且他们其他人都躲在那个房子里面，他其实也射不太到。对，而且 HQ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做所谓的正面部队，他们就是两个辅助，两个坦克都位置位置，所有人都飞来飞去的。对，好，这一边开始了一波屏障。Erican 是先收掉对方的安娜之后呢，奈米士兵76在射，哇，这星星血量可很残哦，不到100滴血量，马上被奶了回来，哇，跳到另外一个星星的怀抱里。对，但是 Lazy Titan 目前的 D 法的位置跟状态都还蛮不错的，依然在做限制，不过 HQ 倒下的人数非常的多，张希德这边呢自己开启了硬波屏障，这一波其实不用开了，人数有大优势的情况下，我是觉得硬波屏障可以不用开。没错，这边 Lazy Titan 丢出了一个自爆，把点上的人给赶走的情况下 ，Overtime 还在做进攻 ，Calman 拔刀做了一个击杀 ，Morris 倒下 ，Easy 再点到对方的 Night Hold 的安娜也倒了，这一边只有残存的 D 把爆甲，小月被抽掉 ，CQQ 也被带走，应该是要结束了，对，应该没有人看 Overtime 直接结束。这边我有一个东西想要讲哦，就是我觉得 XQQ 这边最后是换成了闪光来做应对，来打这个刺客阵嘛。是，我们用最基本的，像阿森提到的说 Overwatch 是个数学游戏来看的话啦，一个闪光加一个76。打一个闪光加一个原氏，你觉得谁会赢？我觉得是原氏这边。对，原氏，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变成说是他今天换出了这个闪光，并没有压制住对方刺客阵的能力。那变成说他的这个换角变成说是没有意义的换角。感觉起来那个换角，一方面是有可能是想要他 overtime， 因为死光了。没有，他刚我有看时间，他换出来走得到，他不一定哦换这个闪光都他得到。原来是这样子。对。
那我觉得其实上次的刚刚的那一波会战，英国平常交的速度有点，交的时间点很奇怪。没错，因为已经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你英国平常它不是一个输出伤害，它是一个保护伤害。这代表说你对你自己的队伍的集火能力没有信心，你才会想要在那一波交出一波屏障。哦，对，我觉得整体而言 ，Sun Seeker 的集火要做得够一致哦。这边 DZ 选择使用麦卡利控制中心，标准平推阵312，这个也算是 AHQ 就是玩的最熟悉的一次。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拿出了不一样的角色，这一次是拿出了麦卡利，对，点掉了第一把的机甲。文斯顿这个时间点往前跳其实蛮危险的。对方的阵型其实维持得很好，他没有跳到后排，是跳到前排。他 Q 这边点掉了对方的 Eric 的莱因哈特，哇，这边非常可惜了，差一点点就可以点掉 XQ 了。对，哇，但是 Creepy 也带走了 Morris， 人数优势是来到了 HQ 这一方，只剩下三名成员的上斯特，还不后撤吗？这边晕到了之后呢，左键接了蛮漂亮的原式拔刀，剁掉了 DZ， 一波名上也开了下去 ，HQ 点上了这波混战打得还不错。女坦吃到了这一个奈米强化中的左键很粗，直接把 XQ 给戳死。为什么此时此刻才来做最后的拖延也被秒收掉了，点的控制权是来到了 HQ 这一方。哇，这边能量高涨的女坦在配合奈米强化实在是太痛了，对，很痛哦。而且 Cowman 的副坦位其实玩的蛮久一段时间的，而且现在有个现在很糟糕的点哦，就是 HQ 这边是封门最重要的两个技能都已经好了，就是这个地裂级加引力弹。我们来看一下 Molly， 我想偷点，他可不可以拉到人回来？哇，马上被 DZ 点掉，两枪点掉。DZ 射手玩得很好，还好他们的正面还好有过门。对，可是倒了一个闪光，他硬要回去了。对，他刚才其实是想让闪光拖人，然后呢 HQ 阵型拉掉之后不压门，上去再出来。不过闪光顺倒，其实这边就没办法了。DZ 这边好准哦、啊。对，他的而且是两枪，一枪都没炮哦，直接把一个闪光点死。闪光那么苗条，小小一只的可以这样打掉，真的蛮厉害的。蛮厉害的。这边 DZ 还在右侧，他也在抓闪光。哦，这边引力弹吸了下来，把大家是吸在了那吸在那根柱子旁边哦。是，这闪光弹没有晕到哦，是 Pub 的回溯。79级血量的 Morris 血量很残，就前脉通炸弹炸死了安娜。但是正面部队的情况下，看起来是 HQ 这一边的人数掉的有点多，马上后撤拉掉，来到了点上打。但是 Cowman 现在的状态很不错，左键很粗 ，DZ 有大绝 ，Eric 也有大绝的情况下 ，HQ 这一波还有得手。哦，这是一个预判的闪光弹哦，没有闪到非常可惜。哇，这边点掉了 Morris， 弹无虚发，直接点掉了 Morris。对，这边奈米强化是给到了温斯顿身上，温斯顿想要往前压，但是 Eric 的地裂级外手中还没有要出手 ，hold 了很久，一波名上开了下去之后呢，这边是收掉了对方的两名成员，三名成员上戏了，这一边只剩下一个迪瓦，迪瓦爆甲。小地堡也喷了出来，应该也是要自杀了，应该也是没得救了。对，83% HQ 目只有输第一波，后续都是直接碾压。没错，这一波 HQ 还要选择封门，不过我觉得这一波有点不太好封。就像刚才提到的，在少了这两个大的控场技能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门不好封。我们看到星星这边就直接进来，完全没有眼哦。对，这边是 DZ 跟 XQQ 这边各带一支，但是 DZ 倒下的情况下 ，XQQ 45滴血量很残，哇，马上被点掉，很可惜。文斯顿目前的状态还不错，收掉对方的安娜之后呢，补给线 HQ 是比较劣势的，只剩下一个露西欧，雷斯泰的血线很残，剩半滴血量在点上跟对方的 D.Va 互敲，然后他在往前直接配合上加速，直接把对方的阿妈打掉。哇，我觉得这个判断很精锐，非常非常的精锐，非常的精锐哦。这边引力弹下了下来，不过应该也是没有什么作用了。是 Overtime 没有人踏，第二几个点的控制权还是来到了 HQ 手中。刚才 XQQ 拔刀的那个点非常可惜，他拔刀可是他刀子还是比那个星星粗壮的手臂还要细啊。对，这个是。就是一个出一个戏嘛，就是高下立判。另一方面，两锤就把他打出去了。另一方面是，我觉得上次他刚刚的策略还蛮有想法的，他是想要让闪光去摸点拉人，把对方骗出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逼对方撤？对，你有没有发现 DZ 的位置其实站在很侧翼跟后侧部分？没错没错，他就是要抓那个闪光，而且抓了他三次。对，所以 Morris 这个策略其实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很可惜。这边应该说是 HQ 这边的意识很好，他这边有猜到，有可能有猜到，就是说闪光这边有可能会偷点。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刺客面对到 DZ 的麦卡利，其实他都是有压力的。真的真的，我们刚看到他那个侧面的那个预判的闪光弹也是非常的厉害。预判闪光弹，这有晕到就直接左键爆头击杀了。好，这边双方的第一个交战场所是选择在中间的广场哦。两边这边还在都在破格一样，感觉没发生什么事情。是，而且蓝。是伤心的这边是刺客阵，而且有带和尚，和尚应该很快就会被收掉了。如果 HQ 的意识够，像现在这个样子，哇！不过呢，这边是先倒了星星哦。
这一波正面的交手，和尚维持的位置不够漂亮，而且桑西特他们的起火也没有起火到和尚露珠的对象。没错，有点可惜哦。Molus 这边在后面换来换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直接是被 Callman 这边给砍死了。是的，整体而言 ，AHQ 的这个阵型其实就是很标准的刺客阵，他也没有太多的学问。我们 XQQ 这边直接换出了法拉，他们这边是要来一个双飞喽，因为他们和尚活不了了，所以选择换，我觉得可以接受。可是这张地图其实法拉不好用，因为打不进去啊。对对对，很难打进去。有中到原始一发 ，Molus 炸掉了 Creepy 大叫说：“我被炸了。”然后 Molus 也倒下，五打五的局势。XQQ 这边带着石碑，蓄战力很够。这边左键没有点到，没有点到最后一枪，非常可惜哦。对，但 Callman 还是被 D.Va 给收掉。但是温斯顿奈米温斯顿在点上，对方的法拉是在后侧广场处。哇，这一边在发电机的部分，我是觉得 XQQ 目前的位置其实他很难打进点。你可以注意到为什么这张地图法拉没有人用，因为他法拉的枪线其实很难针对到这个点内做进攻。对，人家只要缩在室内，你无法进攻。可是花园不一样。花园是它有很多的角度可以绕进去，可是这张地图其实法拉它不太有机会，而且一进去就会遭到很大的火力压制。花园的关键在于说是你的人复活走出来的路径上是没有掩蔽物的，没错。但是这张地图是你复活之后呢，两边它中间是一个，它是一个口字形的一个，有点像四合院的感觉。哇，这边路西奥摔死，他是这边瑞克顶掉之后，哇，这个冲抛。哇，这真的是练过还是靠帅啊？这也太准了吧！他刚好丢到那个门口哎。对啊，嘿嘿，你这个不要唬我了，这个太夸张了，有点浮夸、啊。这真的，这个如果真的是谁好的，那真的是太会丢了。对，这个你知道，嘿嘿，他真的是玩一把玩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如果他说他已经他这是他练的，他判断的，那我也是相信他。你也会信，我也会信，我也会信。对，我也是相信他的。好，这边一波屏障看起来是要硬挤了。XQQ 目前的位置是点的后方，做长城的火线压制。面对对方的奈米强化的人，他好像没有办法做输出。原是拔刀先剁掉了 Molus 之后呢 ，D.Va 马上过来做限制。但是对方是双飞哦，双飞的情况下在这边应该撑不久，这复活要好了。有复活到关键的成员，点的人数劣势是来到了 HQ 这一方 ，HQ 这一波。能打的赢真的是靠单兵了，没错。你带掉了对方的 Zedman， 他给带走了 Callman 之后呢 ，Erican 目前的状态，手中还握有大绝，开启大绝之后呢，开始要硬顶了。哇，首先是先推对方的路西欧，再推敌法，可是好像没有太好的目标，都不太能壁咚。我觉得刚刚 XQQ 打得非常好，他从后面之后 ，BHQ 的成员必须要从广场退回点内，是，然后让他们的这个前面的部队有办法往前压哦。是，哇，现在 XQQ 你可以注意到他的法拉完全没有办法进点，进不去。应该说这个就是法拉这个角色在这张地图最大的弊端吧。对对对，这真的是很难打、哦。然后现在是马上打了一波优胜会战 ，Eric 在点上撑太久了，撑到自己的队员都直接复活重生出来之后呢，硬打一波。桑西的这一边是没得打的，因为XQQ 的火线压制他处理的速度不够快了。这样地形的设定就让他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处理，这也没办法。如果他是一个麦卡利，其实他在点上打那一波的会战，其实他处理的速度会快非常的多。这就是角色的差异跟地形的差异。哇，这边硬要踏点吗？不过这边感觉三次哦交出了自己的音波屏障，好像还有机会撑一下哦。对，哇，这边火箭弹幕开启，马上被 Hiki 给罩住之后就被收掉。HQ 这边已经倒下了两名成员哦，三次这边后面的支援应该还可以再倒一个，好像是有机会撑哦。我这边血线很残，直到补包，还有脉冲炸弹要出手吗？粘没有粘到啊。这边刚好 D.Va 是往前 dash 哦，没有粘到，不过没关系，队友的跟上了之后呢，小 D.Va 也爆掉，剩温斯顿被收掉。这边有没有跳舞台？没有，这边 HQ 是拿下控制地图，不是，是漓江天塔的这个拿下漓江天塔胜利、哦。是是是。这一场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还是觉得就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 highlight 好了。好，这是一个 DC 的 highlight 哦，我刚还以为会是那个空抛的那个 highlight。那个炸两个而已还不够。对对对，还不够吗？哦，哎呦，这个风骚走位躲过了这个安娜的睡眠箱。我觉得那个空抛比较帅一点，比较帅一点。对，我比较想看空抛啦。弟弟这个精彩重播好像不太厉害，还可以啦。对对对，好，那我们来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我觉得三七者这边还是跟他们幻境XQQ都从上个礼拜开始到现在的问题还是差不多，就是他们并没有抓到他们队伍主打的核心的主轴，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一直在换角，一直不断在做尝试，他们想要抓到自己一个
有点像他们的胜利方程式的感觉，是还正在摸索、啊。我觉得现在还蛮明显一件事情是 Sunsetter 的进步是在于说他们知道要用什么样的阵型，但是知道跟做得到是两回事。没错没错，他们在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队伍成长期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那我因为角色值的受限，我得用一个比较烂的体系去抗衡对方。其实这个很难打。我在开实况也很常讲这个。是，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老了。是是是。哎呀，好了，那这边呢，我们就要交给我们的专业主播台了，专业分析台了。好了，欢迎来到分析啊！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漓江天塔最终三个所选择，但是0-3落败哦。我们可以看到，分别他们是在花园、控制中心、夜市都没有办法拿分。那今天桑切尔奇他们在比赛当中使用了一个大量的一个刺客阵，没错，包含有法拉也有地面的一个刺客，甚至他们在最后一张地图夜市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他们选择光头和尚。那其实我们发现他们的有感觉是有朝一套阵型去努力，但是效果打得并不是那么理想。对，他们策略其实蛮矛盾。我们来讲第一张花园好，第一张花园商业的这边是出的是单飞法拉，然后是带安娜，然后还有莫里斯的76。他们一开始他们看到HQ 这边防范方式就是啊，我一个打空忍者，然后呢配上自己第一时间去闹安娜。去干扰安娜的补给线之后，奶不到法拉，然后再瞬间到残血法拉旁边收掉法拉。那这时候其实 HQ 是浪费了两个刺客资源去针对那只法拉。那这时候其实很多人会问说，那为什么桑斯提尔这边打不进去？因为他们带的是76，那这时候76伤害就很容易被第一把给限制住，所以最后就变很尴尬的是，我对面都已经花两个资源来弄我一个人，但是我这边还是打不进去，这是比较大的问题。然后再来是第二张控制中心的 HQ 这边出的是312的阵型，然后是单带牛斩。那这边的话，桑希尔是带一个刺客阵，在用刺客阵遇到这种阵型的时候，他们刚才状况是第一把已经扛住正面大量的伤害了，那这时候他们却没有一个刺客愿意去先进去去骗掉牛仔的闪光弹，他们两个刺客是在帮忙集火前排，那可是你这么做就反而是掳了312这个阵型的意义啊。这边我们刚控制中心的时候，刚跟医生有聊到，那为什么你既然想针对坦，那为什么不选和尚？对，当然在第三张图的时候，夜市就选出来了，可是。这边他们并没有这边并没有选择去集火坦克，而是形成一个拉锯战之后，反而是和尚的补量不如安娜这么多，所以照理来说，桑希德应该是派一个刺客，闪光也好，星星也好，第一把也好，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干扰到安娜的补给线，这样这边会战的话，才可以先把第一把或者是温顿先把他干掉之后，才能取得人上的优势。然后再来提到花园这张图的时候，他们是选择在那个点上跟桥的中间点去做会战。可是你们这边选法拉，然后 Morris 又带一个士兵76，你们需要射神攻点。你们既然把会战的点位压缩到点上，这么狭窄的地形，可是你们选一个在广场输出比较强的76干嘛？应该要选择麦卡利是比较适合的，而且还派一个法拉在外面一个人单兵作战，还被两个刺客点掉。那这边76的话也不能跟队伍压过去啊，因为正面的时候有一个敌把照在前面，那其实两个刺客在旁边先把法拉干掉之后，再慢慢的侵略你家后排，而且甚至第一波能量优势也让那个 Call Man 这边拿到一个纳米强化忍者，拔刀直接在小房间内砍的那么七零八落。对，那当然整体来讲啊，桑希尔有想要往刺客阵这边去做一些发展，不过有些阵型上面还是有一些不协调。来看一下第二张他们要比赛的地图。没有错，国王大道。桑希尔的国王大道也是打了非常多次哦，但是目前的成绩也是不太好。那他们主场，他们假如当客场，他们选择混合图的话，他们也是主动会选国王大道。对，这张地图国王大道相对来讲的话，他们是一个0-6，等于是还没有拿在这张地图拿下胜利哦。但我们从最近他们的一些比赛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个地方就有一个争议啦，就是 XQQXQQQQ 哥 ，QQ 哥一次把它描述让台湾跟日本朋友都知道他是谁。好像反正就是他在这张地图，他在攻方的时候会拿炸弹鼠。然后守方也拿炸弹鼠，守方我拿过一次。对，这件事情是当然那个时候阿森非常气愤嘛，所以最后把炸弹鼠评断为废甲。那当然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不确定 XQQ 会不会再拿出这样的一个阵型。应该说炸弹鼠这个位置是拿来破蓝银哈特的护盾。那当对面是四个阵的时候，其实这个炸弹鼠会变得没什么意义。你的伤害变很被动，然后又有敌法。应该说有忍者可以来限制你，有敌法可以来干扰你，然后温斯顿只要放个盾，那你伤害在五秒内的话就等于是零。对，叉 Q 的炸弹鼠只有在之前攻方的时候配合路修一波加速，给你一个 surprise 用的。要是你真的把它当成是放在阵型里面当防守方的话，我觉得这 A 点
会掉是非常快的事情。就杀了一个人之后，没有想到女坦能量高涨起来了，哇，这边把对面杀回来，输出太高了，就因为这也变成 call man 的一个点了，就是万一他拿到高能量的话，他会形成一个对上很强的输出手。对，三一二的一个扎利亚的能量是一个输出的重点。那你出扎恩鼠，我刚好拿能量会拿双双。对，那再来就是 HQ， 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上他们对 TPN， 他们其实在第一波的一个防守守得非常不错。八人七六的位置在第一次在二楼，那旁边有一个卡瑞斯的一个安娜。那关键是落在于在上一场比赛 TPN 没有去做二楼骚扰，也没有去赶人。那当然对于这个台下，因为上届其实来蛮早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应该也看到这个状况。我觉得关键点就落在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情况。是 ，DTN 是派一支 D.Va 去骚扰，然后看上次怎么。要不要直接是派三到四个人，或者整队上去二楼把那个高支点位抢下来？也是可以，都是可以。人多嘛，凭着人数优势就把下來。我觉得先处理二楼问题是他们首要之急啊。这边两名选手都已经准备就把时间交给主播赛品。欢迎来到我们的主播台。怎么忽然回来了？是的 ，Oh my god， 我没有啦，我们这个其实是 say 好的啦，对不对？这一个措手不及，哎，真的是措手不及，我还没看到哎。是刚刚的情况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这一边呢是国王大道，没错，就像第二张地图又来到了。你知道目前 Sun Sister 的这个整体的这一个画面是这样子，他们目前选的地图呢，漓江天塔、国王大道、神庙，就这样，就整，应该说他们只有打到前三场而已，从来没有打到第四场的记录、啊。他们而且这前三场的地图也都是一模一样，他们自己选择的地图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于上世纪来说 ，Overwatch 这款游戏只有这三张地图。只有哦，那他们很方便，他们这样练习的时候就针对这三张地图练就好了。对，这三张地图练，但是他们要怎么样才有办法练到第四张地图呢？他们除了解锁 DLC 之外，就是要非常的努力去完成他们一些成就，或是 Level Up 了之后呢，他们才有办法进入到第四关。他们可以从被三零。变成把别人三零，对，他还是不用练第四张、啊。对，这样好像也是蛮厉害的，有没有？对，有沒有另外一个逆天的打法啦。那光大道这张地图，其实，上次的我觉得他们打的其实不算是一张出色的地图。没错，我觉得我觉得以 A 点的套路来讲的话，他们在处理对方二楼的。他们在处理对方二楼射控的时候就没有处理到这么好。我覺得对对，其实日本队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放二楼。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有机会我可能要问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选手对于二楼有什么样的想法？我曾经有这个想法，我在化妆的时候遇到他们，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沟通，是，就是也不太会讲日文啊，我会的日文也不是这么礼貌的日文，我讲英文他们也听不太懂，蛮合理的，对，蛮合理的，所以就是因为就是要请他们的翻译来跟我们聊一下他们的想法了。好了，这一边咱们要开了、哦、这个。AHQ 一样是标准阵嘛？这对于 HQ 来说，他只是把刚刚上一把打的东西再拿出来用一次而已。没错，就是 AHQ 几乎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平推阵，一路到底嘛。那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Sun Sister 这边感觉是，哎呦，他们半仗没有换掉哎、欸，哎、欸，出来了、欸，这个不愧是 QQ 哥，为我们展现出他惊人的角色池。哇，真的是惊人的角色池哦，这边直接上墙。上墙分裂剑没有打到东西，没打到，非常可惜。对，马上被 Hee 看到了 ，Hee 把他撞走，哇，把他撞回去了。对 ，Hee 这样，但是 Hee 现在好像卡住门了，喷了小 D.Va 出来。哇，我觉得 Hee 刚刚是走位出现了失误，但是 D.Z 马上带走杀 Q Q， 还行还行。我觉得他们这样子还是不太行啊，就是还是没有人来处理弟弟的位置、啊，而且 D.Va 还爆甲，这个对啊。你说这个和尚跟这个七六对射，可以把这个七六给打死，那怎么可能？那就没道理了，这真的没道理了。那大家都玩和尚，不要玩七六了。没错，对这个士兵七六的位置上 C 的没有人能做限制。第一波进攻，他们还没这样做。OK， 现在换了温斯顿，哎，又换了 D.Va， 那他干嘛换？那个能量不就不见了？对，那可能是因为他刚才爆甲，他想要没得自杀只能够这样做。可是我觉得这样很亏了，有一点亏，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样真的蛮亏的。他现在能量开始重新蓄力，人家都已经。七宝点就赢他很多了，你看一下 Hee 现在47%。好，这边奈美强化丢了出去 ，DZ 是被 D.Va 给限制住了，但是 HQ 整体的阵型其实还蛮不错的。这个地裂机出手，哇，马上被收割掉，但是和尚开大绝开不完了，也开慢了。没错、哦，这边翻页上的是 DZ 的大绝，收割掉了伤心的复数成员。我觉得这边一个 DZ， 一个 D.Va 上来不够啊，一个 D.Va 自己上来，结果反而打不赢 DZ， 之后是 D.Va 自己快要爆甲，然后跳下去之后就直接爆甲。半藏应该也要跟着上来，半藏是可以上二楼的角色，可以，但是半藏上来的效果不大，我觉得啊，有了，他一个分裂剑射在通道里面，对他跟 D.Va 一起去限制 DZ， 不然的话，你说一个。你说是世界最强的 D.Va， 也没有办法限制得了这个肌肉、啊，真的没有办法，他打不赢啊！这个角色机体就是这个样子，你数学算起来，
就是七六是不会输 D.Va 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版本不出麦卡利要出 D.Va， 要出士兵七六。这边半张一直不断的在尝试想要把 D.D 这边打下来，但是都没有中哦，非常可惜哦。对哇，叉 Q.Q 马上爬墙壁卡到墙之后被 Hiti 给收掉，一个卡墙，一个卡墙。还不换吗？叉 QQ 他们等一下会有大绝，他好歹射一下再换嘛。他等一下又来一个龙魂级配上引力弹，这个 combo 会出现一个很恐怖的状况，就是HQ 如果没有挡到，或是人被吸收很多，这波 A 点直接爆。但是如果 Hiki 等一下神吸，有没有神吸的话就不一样了。神吸也蛮厉害的。对，神吸他就会说 All plan it， 我都计算好了。哦，这边引力弹已经下了，吸到了，龙魂级要来了吗？来了，来了。哇！但是银破屏障下的蛮及时的，没有人吃到这个龙魂级的伤害而倒下，没有人死亡哦。这银破屏障丢的非常的及时，哇！你看布了三分钟的终于是成功了。叉 QQ 这边从地板直接射到了第一之后再配合，哦，这怎么中的？但是布了三分钟的局势，目前这一边还没拿下第一个点哦。哇！马上被收掉，马上被撞死了。我觉得桑 Sister 刚刚引力弹吸的不够好，不够好吗？对，不够好。他吸到的人员是有一个莱茵、杜西欧跟女坦，还有跟 D.Va， 还有猜 D.Va， 对，跟 D.Va 跟 D.Va 三个而已，有点硬啊。对，这一个 combo 是最强，但是很考验这引力弹吸到的人数，这很尴尬哎、欸。对，他那一波打完之后，他这边能量又来到了57%，他又有一种想换又不能换的伤痛。对，有一种这好像是某首歌的歌词。哇，这个自爆，嘣，炸掉了对方的 Curris， 但是第一次线的位置很不错，对方的和尚开了一个大局的情况下，这一边单打 D.Va。这边地板限制的很好，就是这样限制，拖对方的时间，浪费他时间就好了。对对对，哦，这个地雷劫出手之后呢，蛮关键的。P 目前的状态，其实他等一下可能有个大绝，哇，枪托直接敲死了 DZ， 哇 ，HQ 可能要掉 A 点了哦，应该是要掉了，可能要掉了。Hiki 等一下可以拼个自爆 ，Overtime，Overtime， 等一下可以拼个自爆，对对对，有机会，哇，这个龙魂级出手，哇，马上被射手的情况下，这一边进来，地雷劫要出了吗？这边自爆爆了下去，没有炸伤任何一名成员哦，但是伤心的收掉对方的两名成员，三名成员，三个成员，对，这一波哇有机会拿下来，太厉害了！伤心的这边很近，有进步，有进步，没错 ，DD 这边要快跑了，对他们大概最后一波 D.Va 才过来限制这一个士兵，其实都是稍显晚了一些，没错没错，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说是整场这边 XQQ 射了大概差不多三分钟，五分钟左右，对，终于射到了 DD 一箭。对，他们就抢下那一楼了，而且也射到了对方的安娜。那我在想，那既然射到一箭就抢下来，那为什么他不选夺命女算了？是这个好问题，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射不射得到。我觉得夺命女感觉比半藏来的好射很多哎、欸。就是球球，你相信我，没有任何一个玩家他选夺命女这个角色，他说我有办法靠这个角色打出破口，我一枪一个的，就是这个是没办法的。我觉得他曾经可以，对对 对, 對，现在不行了，现在不太行了。对，而且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的话，那其实。这个游戏如果可以靠枪法解决问题的话，那其实很简单，大家都出夺命女，我们一枪一个，对不对？但是这个游戏它的职业关系真的是太复杂了。没错，对，坦克就算是只有坦克都有，还是有很多相互相克的关系。而且我真的觉得夺命女的大绝真的有够烂，有够烂，有够烂。这我就要帮炸弹鼠平反一下，就炸弹鼠的大绝还比夺命女的强。我觉得夺命女的大绝嘛，在 solo queue 的时候很强，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沟通嘛，对，那自己看到就是最棒的嘛。对，那在一个团体赛制的情况下，其实每个人的资讯量都是可以互相交流的，就变得没有什么用了。对，而且他拿来打架这个大绝其实也没什么用，除非啦今天夺命女开大，他的子弹可以穿墙，不然我觉得夺命女这个角色他大绝真的应该改一下。他如果真的可以穿墙也太像了，就很猛，你不觉得吗？这个角色就很有价值了。哦，这一边冰墙下去自爆，配合上的是这个地裂级，哦，挡得很漂亮 ，Erican。Erican 挡得很漂亮哦，我看那角度看，我以为后面两个人要被炸死哦。没错，我真的觉得 Erican 他的莱因哈特已经是进步到很厉害的程度了。目前非常的好。目前我觉得就是他莱因哈特是很稳的，在我心目中是目前 OPC 联赛的第一名。他玩的比 Blank 的莱因哈特还好哦。这么厉害？对，他玩的比 Blank 莱因哈特 ，Blank 莱因哈特是 Trail 在玩的，但是 Erican 最近很稳，很稳。18其实也蛮稳，可是18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有一点崩砸的感觉。没错没错，哦，这边一个引力弹吸到四个人，直接女坦自己两个右键就收掉两个。哦，这一边引力弹吸收，地裂级出手，这边再一个冲撞，哇！这一波混战还没结束 ，Eric 马上是被反顶了之后呢，马上被收割掉了。他欧波坦这边要踏，这边要踏，但是莱因哈特目前的血线很残，不敢踏。安娜跟女坦二打二局势，我们来看看这一波，这一波马上被出了一个正着的情况下，进攻方的女坦，进攻方的 T 法马上赶上，
一个烈焰级收掉了安娜，这一波三 C 的蛮有机会的。HQ 有机会可以上 B 点。HQ 这一把长得有点奇怪哦，难道是他们太蓬了一点吗？对，让我们来继续看下去。DZ 选择，是 Lazy Cannon 出了这个闪光，他出闪光，对，对方是 XQQ 出小美啊。所以这个合理，小美这个套路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国王大道第二段也是使用了小美啊。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角色不优，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先来看这一波会战 XQQ 连收两只，不错。然后 Morris 在这一个角度等量高涨，来看他的冲撞被碎了个正着的情况下也被收割掉了，第二个点顺利踏到没有问题，能量感觉没有很够啊，伤害没有到很高啊。对，马上要来到第三个点了。AHQ 目前的阵型维持标准阵依然可以打，只是他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对方 XQQ 是小美，他们坦克就不要走位这么的侵略，不能够这么的曲前哦，很容易会被隔开。你不要这么调皮了，你就打一个，因为 HQ 觉得对方是好打嘛，所以他们坦克就很想要往前去压，拿更多优势。没错。但是对方有小美情况下，其实坦克就要稍微保守一些，不然会被 cut 掉。像现在这样子，哇，这个莱茵直接被把对方莱茵给打爆了。对，只是如果小美刚才兵墙没 cut 的话，这个奈米莱茵他可以收更多人。没错。对，他可以收更多人。我这边Lazy Cannon打掉了 XQQ，QQ 哥的小美。在进攻方拿出来做使用，等一下最大的价值应该是卡得住士兵76的枪线，跟你被引弹吸到的情况下，你用一个冰墙可以隔对方的火力，对，就可以当一个这个半个莱因哈特盾。但是丧尸的现在的伤害真的太低了，真的很低。他这个就跟你出三二一带一个原式一样啊，对对对对对，差不多感觉跟三一二带原式差不多。然后他现在其实就是三一二，但他带的是小美，他比原式还要低啊，他只有 0.3 而已。没有错，没有错。哦，一旦吸收到了，我们来看小美冰墙会怎么放。哦，这边冰墙放的位置其实不是很好，没有很漂亮。一旦这边是一旦配合上一个D.Va的自爆 combo， 哇，只炸到一个 Lazy Titan 还可以接受。对，两边撒粉的情况下，莱茵哈特被保护的很不错。这边人数劣势来到了 HQ 这一方，这个冲撞配合上的是，哇，这个。奈美强化给的非常的及时，原本伤害不够的情况下，奈美强化一撞击把爆甲，对对，直接爆甲。OK， 等下他要注意哦，这边莱茵哈特的心理博弈，哇，没有办法，弟弟直接先收掉这个 man， 直接死的。对，但 XQQ 就是来拖台前的吗？这个小美目前，哇，在冰墙还活着，二打六。我们来看看这一波局势，后续安娜补给线有出来，不过前排快要倒光了，第一类级出手没人踏点。第二个点39.52公尺，伤 Sister 这一把。打得不错，真的不得不说，他们的这个奇特阵型真的发挥了奇效了。对，但是我觉得第三点，你不出小美，你也可以打，你可以打出更好的一个优势。那你觉得他这边小美的这个点应该换成哪一只角色呢？士兵76啊，76就换一个标准的321平推。对对对，三一二，312平推，讲错了，我觉得就会很稳了。小美在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他的冰墙也没有拿出来做 cut 啦，如果就是他有他的价值在，但是。这小美的价值其实不是取决在个人，而是取决在队友。你的冰墙能不能够为队友创造出一个价值，或者是用冰墙去卡得住对方的进攻路线，这是小美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对对对，很吃大脑，他很吃大脑，非常吃判断的。对，所以这一边 XQQ 他刚刚没有把小美的冰墙释放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我就觉得这个角色的价值是没有出来，价值没有出来，蛮可惜的。不过这边不得不说。他们的确是推得还蛮远的啦，所以还可以接受啦。对，但是我是觉得蛮神奇的点在于说是，三 sister 这边跟 DTN 都非常喜欢出这种三一二的阵型，但是他们的一都不会出一个，都不会出七六，都不是一个最大的输出点位。对，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日本队普遍收人的速度都很慢，对，都很慢，都比其他队伍慢很多，而且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他们的就是可能有人炮枪，可能有人没有在打这个目标，或者是装盲，都是没打到。那另外一个，我们回归到体系上，就是角色的职业关系本来就低哦。对对对，本来就是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而且我觉得他出小美的这个三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的整个输出线很短。因为小美你说他的右键要打死人，我觉得有难度啊。而且刚刚其实小美的这个左键冰冻 CC 效果其实也没有做，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对对对，就是面对对方三一二阵型，如果你不是防守方啦，然后你也不是很好的地形的情况下，小美真的不好用。我觉得上期的如果小美真的那么厉害打花村防守方，我觉得很有搞头。然后 AHQ 又是打平推，他又不会打刺客，
所以等一下选花村，我觉得，但是等一下是 HQ 选，对，我哎、欸，等一下是上次选，对，上次的主场，我觉得上次的可以选花村。选花村的话，他们要先突破的第一个点就是那个托比昂啊，是，但是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我觉得防守方好好打的话，进攻方托比昂应该不会太大的问题，而且不会太大问题。对对对，哦，这边 Morris 带走了 Grady。Morris 是承担的上次的拦路猪的位置，目前被反攻的情况下 ，Callman 的猪，哇，午后刚刚说是完全不输 Ken 的，甚至是最强的拦路猪，刚刚勾了一个对方的人员出来之后呢，做击杀还不错。OK，Callman 现在跟着这个队友上二楼，这就是一个你没办法用位移，你就是保链上去，这没什么问题嘛。哇 ，DZ 哇这边一上二楼，配合上的是这一个 Callman 一起收掉了对方的 Morris。没错 ，Morris 这边直接暴毙了。哇，安娜这边应该也差不多要 hold 住了。DZ 的走位刚刚怪怪的，是吃到了粉之后直接被收掉。哇，这一边下去，这一边的奈米想话给的还可以，给的还可以。他刚要死，他是死前放。对对对，给的还可以。哇，马上被 Creepy 给收掉，被 Creepy 给偷袭了。对 ，Creepy 不知道是不是透明人间哦？为什么他会直接忽略他、啊？理论上这个英雄其实现在不能忽略，他贴到你，他的伤害很痛。他左键的射速跟原氏差不多，他以前其实很弱势，你知道吗？就是以前你打他，他会觉得很问号。没错没错。对，可是现在你不打他，他很开心。这个版本。就是所有的路西欧高手反而很喜欢这个版本的路西欧，因为他变得更能够做伤害、能够做事情啊。以前真的很挂网啊，对对，以前很挂网。如果路西欧他长得可爱一点的话，我相信很多女生会想要玩他。对，那也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这样说，应该说很多就是需要心灵慰藉的，需要心灵慰藉的男人们会希望妹子玩路西欧。OK， 对对对。跟女生没有关系啊，女生最棒了，对不对？没有问题啊，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这边蔡 QQ 在后方的二楼开启的是有个战术锁定，还没放哦，这边还在哦，这边开了。哦，第一把这边上来挡得非常的漂亮哦，哦，完全是哇，在配合第一的输出，这边是让这个蔡 QQ 这边的战术锁定是完完全全浪费掉了。是哇，这个奈美强化也给了下去，直接狂射。哇，这边应该是射掉了，没问题，应该是可以啊，还可以继续收啦。这个点，这边是进去的右键啊，这一波是 HQ 大获全胜啊，右键嘛，自己把自己炸死了。是，然后这一波再往前进攻啊，这边压车转角柱的部分 ，Morris 睡着，应该是可以顺利跳到第二个点，因为目前三 C 的营运面是输的，人数也是输的，地形上其实也是输的，就直接爆掉。而且下一波的对战，我觉得应该会是三 C 的最后一波逆转的。哦，太帅了！还好有挡，可是迪瓦就不应该冲上来了，他冲上来很可能就爆掉，很容易会爆墙，蛮有可能的，蛮风险的。哇、哦，这个反撞，我就跟你说，我觉得 Eric 最近真的蓝银的很厉害，玩得很好，真的玩得很好。自爆要下来了，哇，炸掉Callman。你知道每次就是因为女生很少会愿意想要玩射击游戏，没错，对。然后呢，你要让她就是好不容易骗一个女生跟你一起玩，你就只能够叫她玩一些有点成就感，但是又不会一直被杀很挫折的角色。哇，对，就是每次希望就是混分，其实不需要最好混，可是她真的不是很可爱，所以女生会比较喜欢玩慈悲，比较想玩慈悲啊。对对对对对。但慈悲其实我觉得她是个很困难的角色啊。你要怎么保持自己的位置，然后持续的还要在输出跟补血之间做取舍。是，她其实慈悲其实是一个还蛮挫折感会蛮重的一只角色了，没错，人人都会想要杀她啊，真的。这边这个点其实不太好防。这个位置其实很尴尬，因为他已经是哦喂，这一边的这个 combo， 哇 ，Eric 反身地裂击漂亮。不过后方的 XQQ 的这个火力伤害是没有人做阻止的，这边输出空间非常的好，完全没有人可以限制他哦。嗯，还行还行。这边 Eric 应该是可以撤掉、哦、HQ 集结一下，再来个第二波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哦。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三 sister 的两个辅助的待遇都好了。但是哦，他这边下一波有可能会把奈米强化给 Morris 哦。可以给 Morris， 可以给 Morris 一个火力全开。哦，这边直接开了一波屏障。其实这一边不用开音波屏障。对，我也觉得不用开。就是感觉没在扣血。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对音波屏障的理解太低了。为什么这边要开呢？这边没有理由要开的。对方不跟你打，你开这个其实是浪费了一个大招。没错。我觉得上一招可以，就是这个他刚才如果没开，就是进入到一个大血循环，甚至有办法在这一边守到剩到倒数一分钟，让 HQ 打一个比较难打的位置。HQ 这边是个很漂亮的偏招、哦，他这边三 sister 交出了奈米强化再加这个音波屏障，但是
H 库这边完全没有教任何技能啊，对他直接后拉就好了。这边你没有大拳，你没有奈米拳的话，你没有音波屏障，你这个猪在这边开火力全开，其实是挡住了这一波而已。但是你看 HQ 这边的大绝循环，等一下会慢慢的建立起来，等一下音波屏障也会有了，什么东西也都会有了，所以等一下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Sunseeder 他其实没有保护，可以去面对 HQ， 他只要先被 CC 先手到，会直接爆裂。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 Sunseeder 这边的攻击性大招是有的，但是只要这边先被 HQ 先手的话，他那个大招连开都还没开就爆了。对，我觉得太可惜了 ，Sunseeder 其实他们刚刚的，你看这边的主动开，看看能 HQ 能要怎么处理。这一波其实三 C 的是没有保护的，没有保护，这个对射是直接崩砸。哇，这是站着对射，好凶啊！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就是两边视频切换，他开战手剑或是奈米强化，数学算起来就是两边一起开枪是一样的。没错，可是如果你一边有吃到一个奶线或是一个保护的话，就可以打赢对方的士兵76。没错，只要有小小的一点点，哪怕是露西恩的一个 tick 都可以。对，没错，这一边我觉得上次的哇后半段第三段好可惜，真的很可惜，真的可惜。他们选择主动往前吃，其实他们没有做 CC， 你知道吗？他们是我觉得我奈米强化，我加速，我就可以限制的让你给你打一波，但是他没有控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控场，其实打了那么的主动，等于是多放招。H 有一个加速后拉就好了，又是 Eric， 今天 Eric 好多 highlight， 很亮，他今天很亮眼，最近他的状态都很不错。没错，这边是被吸了起来之后，两棒再加一个顶，直接收掉对方蓝卡特哦。对，回身再一个地裂机，感觉效果没有很好，不过这边还是有刷死一个人，而且他的护盾的保护其实每次都保得到对方第一把自爆，要自爆炸伤他的人，每次都有保到。然后呢，跟莱因哈特心理不会，他的冲撞也都是可以拿到先机。然后他的低劣级其实，这一把国王大道放的还好，可是在，前几天的赛事当中，他的低劣级放的非常漂亮，尤其是那个跟闪亮打的那个直布罗的第三段。没错，最速传说地裂级敲下去，再配合上的是 Hihi 的这一个空中核弹自爆，直接就爆炸，炸得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最近 HQ 真的是一个蛮强大的队伍啦。最近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HQ 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打 HQ 你不能够选择平推阵地图，对我觉得你要选择刺客阵地图。那有哪一些？哦，我觉得像努巴尼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努巴尼不错，努巴尼真的不错。其实六六公路也可以，六六要打到第四场，对，有点困难，有点困难，是不是？对，这个感觉只有努巴尼，这个努巴尼啦。前面可以选那个伊利欧斯，甚至是艾希瓦德，对，我觉得其实都可以，都还不错。其实你看哦、喔，现在桑西德他们有小美的话，我觉得等一下的选择很多，但是我觉得可以先把话留着，看他们第三张怎么选。那不如这样子，我们把话留着，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分析台怎么说。哎，我们把画面交给分析台了。好的，欢迎来到分析台。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桑西德他们在光大道第一段的一个防守，过去我们看起来很容易被顺灭，但他们今天有所准备，我们发现比较多的一个状况是他们会守在二楼一个位置。应该说前排有一个对应关系的变化，你看到这边反而是莱因哈特看到对面想要驱前把七六带上二楼的时候，然后是有做前压的动作，而且没有往前冲。对，然后当然是有限制到七六的位置，而且把他逼迫到后面，而且后续还是靠拦路柱的话，先把对面打了一波。但最后败因的话，还是在莱因哈特被集火的状况下，这边是大部队所有人上二楼，也成功的把这只猪给干掉。对 ，HQ 的做法是 Creepy 会从后方用路西欧的爬墙绕到二楼，然后呢他们坦克会前压奏优，会让自己的七六 DZ 从那个小洞进去走楼梯上二楼。他们是用第一步是这样做，所以上帝也是选择前压。那前面其实守得不错 ，Mollys 有一直在防守二楼的位置，不只是有单抓掉 Creepy， 也有限制掉七六上到二楼的时间。然后再提到 Creepy 在几波进攻上面的话，都是真的好凶，尤其在第一段他有受到七六的第一波防守，然后在第二段在结尾的时候，他甚至把那个七六直接硬生生追到底，插 QQ 追到底，他把七六给打死了。然后后面有一段的在那个 H 这边的防守，他们遇到龙魂骑跟引力弹这一波漂亮的 combo。那 Creepy 在交音波屏障的时候，他甚至有一个延迟的行为，就是对，龙魂骑开完，但龙魂骑还没碰到自家本身的时候，他其实这段是不用开大绝，他甚至到龙魂骑碰到自己人的瞬间，他来开大。对，这样因为音波屏障一秒会消100吨，所以他是瞬间炸出来，用500吨去挡那个龙魂骑，然后雷吉他在原地丢个自爆，也可以确保桑尼特不敢接近你来去补伤害。这一段也是为什么第一段不选择选狙击手，因为狙击手没有一个攻击性的大招，所以选择龙魂骑的话可以跟队伍在
劣势方打真的打不进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招性的 combo， 稳定的 combo。对，就是、他们其实挨到第四波啦，几乎是把引力弹给憋起来之后，然后配合自己一个龙纹级，把自己吸在一起，把大家都吸在一起。不过那一波真的 Creepy 他的一个音波屏障开的是，其实也非常刚好。那另外我们要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比赛当中发现 XQQ 在第二段的时候使用小美，那我觉得效果还可以接受，因为对方其实换了闪光那边。HQ 在那个时候换闪光，我觉得他可能目的性是想要把对方的和尚给打掉。那个时间点 ，XQ 第二段开拿了小美，发现他这个位置 也推到点。那第三段的时候，其实现场的比如说阿森，他有讲说第三段拿小美的一个用处就不大了。他靠的地方并没有靠七六胜。那再來是说，刚才其实 HQ 他们的意图是比较偏向是我不想让你碰到这个点，所以我直接出来做硬手。那小美这种能靠能切断阵型角色，面对你这种一只一只出来下水饺状态，我更能去特化我家的优势，所以这时候 HQ 那时候其实下了蛮多波的水饺，给了他们很多能量。是，而且还有一段的话是拿一个奈米强化的蓝银哈特冲进去了，结果小美一个冰墙卡住。那这边有限制到蓝银哈特的爆发，但是没有想到是杀不掉这只蓝银，而且中间有一段的话 ，Lazy Titan 有把雪宝给吃掉，对，吃掉了，吃掉了。最关键那一段，因为其实，在两边都平的状况下的话，其实会战的点位都是在车子的旁边，所以一旦有这个暴风雪辅助输出的话，那其实对 HQ 来说的话，应该会直接退到转角的更深处。但没有想到这个一旦被吃，然后可能是 Eriken 就是想办法集一个大招，然后开启第二集的话就可以成功的拿下这次会战的点位，没错。对，五战三胜制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 AHQ 目前是已经听牌的局面了。这边要请观众朋友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第三场的比赛。This is the 2016 StarCraft World Championship Series. In the bottom right here from Germany, this is Showtime. Hailing from Poland, a laser. And here we go. Game number one, guys, make some noise.Laser has so many units, almost all the Archons are gone. Reinforcements here, the defenders have vanished for the Zerg. A laser is in a big spot of trouble right now. And a laser is siphoning units here. The Queen's in here as well. Oh no, this is just too much Zerg. GG! This is a straight up all in right now from Dark.Four Queens support having been brought off the map. They catch the reinforcements of the Hydralis. The Lurkers now taking huge damage as the Immortals try to hunt them down, but they are not quite enough Immortals to do it. GG! TY and beyond! Those upgraded Marines of TY are going to help push this army back. These Reapers are going to kill the rest of the Hellions. Yun takes the lead. Now there's the Banshee inside of his base. Yun! GG!Our last match of the day, Zets and Stats.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Stats is ready. Jazz getting hit in every way, now blinking underneath and denying the warp in. The mothership core goes down. GG!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Stefano!What a way to round out Friday at BlizzCon. He will not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to his luck, I promise. Storm goes down, the Paling's in, they put a huge surround right here by Stefano. He's done this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We are here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WCS Global Finals. Dark definitely is the favorite. If there's someone who looks supremely confident at all stages of Zerg vs Zerg, it is Dark.Great micro for both players so far. Oh, a laser taking a big hit to his Zergling count there. The roaches! He cannot escape, the bile's connecting, and the Polish Zerg is in so much trouble. Dark, he's got this huge concave of Zerg units. He's running on his own, that's it! What a story for both of these players' stats and beyond.The probes are all dying. 10 workers picked up in this expansion so far. Widowmines detonate. Nothing left. Four liberators shelling away at this army. We see the anti-air capabilities being picked apart. We
Young will destroy this army, making his way to the grand finals of our 2016 WCS Championship. This is the grand finals. Pushing forward that third base, he's trying to counterattack, but it doesn't work. The Ultras and Lynx, the Baylinx are coming in. The Corruptors coming in from the other side, taking out the Liberators. It's all going to come down to this one force, GG. Is this the killing blow? It is not going to be enough. Young punches through, hits on his third base. GG. Bjorn has done it. Bjorn is our 2016 WCS World Champion of StarCraft II.五战三胜制的比赛，目前客场队伍啊 HQ 是2-0，已经是停牌了。那么第三张地图呢，将来到主场，主场桑西的所选择有三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是占领类型的花村神庙以及福斯凯亚工业。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桑西的，其实在过去啊占领类型的地图，当然状况不是太理想啊，基本上是全败的。那只是说差别是说他们在阿努比斯神庙的部分是打了四次，是里面来讲是最多的。对。那么花村是两次，然后工业是两次，所以我觉得相较起来，还大家还印象有一点还记得起来一件事情，就是XQ其实在神庙的一个狙击夺命女是发挥相当不错的。但是他们XQ在 A 点的防守方会出Sombra 就是我们的害，那效果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他是第一段就会用 Sombra。对，道理说我们看到很多在神庙里面出 Sombra 的队伍都是在 B 点才出，因为可以特化那个桥下补包的那个优势。但是在 A 点出 Sombra， 而且我觉得你要出可以，但是我觉得有 XQ 来出，我觉得是稍显有点浪费。就是他的一个输出火力会变单薄。对，就如果变成是 A 点要出 Sombra 的话，那其实选工业城的话比较适合。对，那么我们要不要先看地图？好，先看一下地图。他们一直还是选神庙、啊，神庙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对，第三张地图我们来公布一下、喔，到底是哪一张神庙？真的是这张，因为他们出赛经验最丰富，有四次。相较其他地图的各两次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起码在这张地图失败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些检讨跟经验、喔、现在在这边对上
现在的 HU 的话，我觉得一样啊，进攻方出狙击，但是在面对这个防守阵的时候，那要怎么处理掉这个七六，或者是在面对双坦的威胁的时候，要不要选择这个狙击手直接站在一楼，先打 DC 站在那个点位二楼的那个区域，像是昨天破 KMOMO 那样子。对 KMOMO 的话是在一楼的话直接狙到了二楼的七六，然后七六就直接倒下了。对，那个点位的话算是。因为一般骑友你会觉得说夺命女一定会在正 面，然后按 shoot 的话跑到拱桥上面，你才知道说哦对面有夺命女。可是他在一楼的话直接狙到二楼去。对，那反而是 DZ 这边算是有个失误。可是面对第二次的话 ，DZ 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再看探出头来。对，我们以很多有在 A 点攻击方出夺命女的队伍来说，他们的夺命女基本上第一步上到门上的工作，除了给对面压力外，其实最大的东西是牵制掉那个气流，因为气流通常都会在那个小补包上面的屋顶上面，那对面会是放安娜，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牵制掉气流的话，那就可以更让你的家的刺客安然的到右边楼上。所以我觉得是，而如果你是进攻的话，刺客型的进攻，它变成是夺命女是一个诱饵，你先引对方的低保或星星去跳二楼，然后再由自己家的刺客去往二楼那边吃，把它赶下来，因为当他们两个。坦克的话，把位移技能用掉的瞬间，你就可以用强势的击火方式，而且大部分的防守区其实都在点位的最后方。对，但安娜会站在那个据点的二楼，然后 Dizzy 可能会站在那个据点的右侧平台上面。对，两个会站对角。那会变成当你的刺客想要去单抓队伍最后侧的人的时候，然后反而是由这边前段的人往后吃，就把要形成一个包围网。对，我觉得这样是现在对进攻方比较适合的打法。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两边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我要 Q 慢一点，要不然球球来不及。哦，对。我们把现场交给主播以及赛品。哎呦，我们这一次是有准备好的哦。是，已经是随时 Q 都已经准备好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刚才这个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嘛，阿森就有说他们一定会选神庙，结果真的是神庙、啊。只会这是目前 DTN 跟 Sun Sister 在占领地图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神只有一个神庙、啊。那以前我会觉得说，那是因为我们可以拼的平手，会不会是这样嘛？因为以前这张地图可以拖，但是在我们联赛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赛制的关系，所以大家都练了神庙这张地图。是，所以他们干脆在赛制改了之后啊，我们之前这张练的比较多，对，比较熟一点，那干脆就继续打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可能的事情。而且我发现一个东西哦，最近的神庙已经就算是选神庙也不太就算是改了新机制之后嘛，他也不会守到时间到。是的原因我觉得是什么，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不能用拖的了，所以大家的选角不会像以前一样选的那么拖台前，会选择快能够赢的组合。没错没错，他能够翻盘的组合，以前就是选那种我大不了不笑不走路，我第一把小美星星，是选的奇怪的东西。以前方的方还会出三把，最近神庙比较少了。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球球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但是我觉得神庙对上 C 特来说还是难打，真的还是难打，真的难打。我觉得上 C 特，你知道对方就是像 HQ 摆明就是 HQ 刺客阵啊，弱弱的。然后三一二强超强，哎、欸，超强，强到爆炸。那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选一个三一二比较弱势的地图？花村带小美，对不对？花村就是三一二进攻方，不论是 A 点面对小美，或是 B 点，就是三一二进攻 B 点很难打，很痛苦。那你有小美的情况下，你再用个冰墙做 cut， 其实主力部队做 cut， 其实我觉得这个胜率对上帝来说才是高的。现在的 AHQ 在花村的胜率是5-0，联赛最高，这很难突破、啊。虽然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会比你选花村，会比你选神庙好。你的意思说他最起码可以推到 B 点，看起来比较好看。你神庙你也没有什么特色，你就是出来，就是你，我说实话，上帝的打神庙他也没有什么特色。他也没有什么准备，他也没有什么主题性的防御阵型。他现在选刺客阵，要跟对方打一个硬实力的刺客阵比拼的话，就是看单兵。但是你知道吗 ？HQ 他可以跟你拼一波，不行的话就他等下就换平对阵了。没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三一的这一波能不能够走的。哎呦，他们第一波看起来是拼的好像还行哦。一换一，二换二，哇！哇，这边被二换二突然被 DZ 点爆了。三 QQ 抓到了对方的后排的机会，但是 Creepy 现在非常的疯张，配合上的是安娜30滴血，三 QQ 压力很大。哇 ！Creepy 真的很厉害，他真的是玩得很好。好多个这个 Creepy 打爆人的画面哦。对 ，Creepy 他不会放你走，他路修就是滑溜就是疯张。真的。对，因为而且我觉得你说伤心的刺客阵强吗？我觉得不会强，所以你不用跟人家比烂的东西，你知道吗？
上次的斯科镇就是不够好，然后 HU 斯科镇也不够好，两个都烂烂的，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最尴尬的点在于说是三 Sister 跟 HU 这两支队伍的向性其实很接近，三 Sister 也是一个平推玩的比刺客好的队伍，是。那他在跟 HQ 比的时候，他总不能跟他一起推吧？对，一定推不赢，所以他干脆就是选一个比烂的。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用这个想法的话，这个逻辑也是可以，好像比较通一点，也是可以的。只是我会为上次的捏一把冷汗，因为我觉得这支队伍他现在非常非常需要一个胜利，他非常需要一个胜利，没错、啊。这个胜利不只是账面上面的一个战绩排行榜会有变化，而是选手自己心里也会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啊。对对对，自己的努力是有代价的嘛。对，因为他们现在他们需要一点新鲜的这个水来浇灌他们心中的这个种子里面。OK， 对，不然他们现在已经是枯萎到快要死掉了。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真的是枯萎。对，真的是枯萎哦。所以我觉得地图上的选择啦，目前张斯特如果真的选神庙，我就来看一下他们 B 点要怎么守。对，来看看他们 B 点怎么守。H 刚刚没有放任何招，等一下 Dragon Ball 打进去。等一下，上次的面对的问题就是 L 的音波屏障，拜托捏好，一定要挡到 Callman。对你听到那个日本人大叫之后，你再开这个 Q。听到那段日文再按。对，如果没有听到，千万不能按。你按了，基本上上次的就爆掉了，就爆了，没错，一定爆，一定爆，没理由不爆。好，这边好，音波屏障，哎、给了，非常及时，就是这个 timing， 这个 timing 还不错。两边音波屏障都开了下去 ，Callman 被睡到之后，马上又秒起 Creepy 再带对方的 Creepy 这边带掉了 Night Out， 这边在断斧又倒坦的情况下，感觉这波非常有机会。三次这边感觉要 hold 不住了，小 D 把机甲已经爆了 ，L 这边也要爆了 ，XQQ 也倒下了。是这一边的话，其实僵尸六还有个机会，僵尸六等一下会有一个奈米忍者，奈米忍者有机会。哇哇哇，睡在门口。来，这边拔刀了，这就膨胀了。HQ 没有保护。所以这一波砍到是有机会，哇！但是这一下炸到两个人、啊，这个直接自爆炸。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 Sun Sister 的营运面是有点略输的，是略输的。哎，我发现这个自爆真的是看天分的。但是很多人常会说这个自爆就是随缘啦。哎呀，我就是切割战场嘛。嗯，讲好听一点是切割战场，讲难听一点是空大嘛。是。但是 Lazy Titan 这边怎么丢都会炸到人。是，我觉得这个我相信他真的有练过了。我觉得我相信这一定不是巧合。而且这边20滴血的。威斯顿吃到纳米强化，好像再没死，不然这大局就浪费了。真的就浪费。对，有奶起来，有奶起来。因为面目前，这边已经98.5%，只差1.5%，有机会吗？倒下，没办法，成功占领，4分23秒。其实 Sun Sister 他要怎么样使用刺客阵防守？我刚看到最后一刹那 ，Nine Out 这边还是换出了小美，害我心里抖了一下。是，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 Sun Sister 的防守。A 点防守基本上，就是输了嘛，对不对？没错，没关系，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个输比较像单兵拼输了。对，单兵拼输，这个没什么好说。比较不是战术面的，没错。对，那 B 点的部分就是他们要在刺客阵在做防守的时候，他要抓到对方刺客阵要进场的这个时机点。没错，他不能够，就是他有两种手法，一种就是等人家到点了之后，你做一波灌爆，一波包围。可是对方也是刺客阵，对方跳你的后排，先跳你的补给线，但是你没有去选择进攻对方的补给线。刚刚第一波桑斯的 B 点成功防守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大绝，那 H 不交招，所以他们守住了。但是并不代表他们的执行层面是成功的，单纯只是因为你这个时候讲话比较大声，我让你说话，没错，对，麦克风在你手上嘛，那我就不要跟你对战，对不对？对，可是其实他们的防守策略并没有打出来他们想象中的套路，而且也没有打出这个刺客阵在神庙应该打出来的套路。如果对方是刺客阵，你没有办法进行点上的包夹，因为对方会先跳你的后排，这此时此刻你就是要去跳对方的后排，像 Blank 一样 ，Blank 在防守神庙 B 点的时候，他们的后排被跳，他们的刺客怎么处理？打你后排，会直接打后排，会选择互相做交换。对 ，IU 八就是跟你做交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你必须要做出来的事情，不然你选神庙刺客防守没有意义，还会被打掉，就像这个样子。没错，没错。对，我觉得上次的他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游戏，或者是他们的接下来的重点。HQ 目前4分23秒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优势。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选刺客的关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能怂，怂了就输了。是，就是如果你选刺客选择回保，我觉得已经输一半了。没错没错，对，真的。所以刺客没办法回保，就是你说你一个闪光原是看到对方的温斯顿在跳你的后排，你只能够说阿嬷抱歉，你只能够就阿嬷靠自己了，阿嬷掰。然后你就是只能够去跳对方的阿嬷嘛，两边阿嬷都是这种情况。这样比较合理。阿嬷好可怜，阿嬷都是拿来被牺牲的。对，这个版本阿嬷都是这样，所以大家觉得说阿嬷一直死，那我还不如出个和尚。已经进化到连
神庙都可以出劳工了。是，而且对方夺命女，这其实我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叉 QQ 一定是出夺命女嘛，没错，他稳出的，那你就不要出去给他射 ，T 找到他了，而且 T 这边，哎，失误，直接爆甲，有点尴尬。哇，这边一枪直接狙到了 Cowman， 非常的精准哦。这边直接上拱门星星那边跳过来。这两个 Hee 跟温斯顿他们现在才来做这件事情，有点太晚，有点太慢了。对，而且刚 Hee 好像是失误了，他没有他的这个飞行距离不够了，真的是不够，不能够让他飞到那个点。现在射手位两个部分要面对两个坦克，而且还会面对到原始的这个包夹，也是爆掉。A 点理论上实力不要悬殊到太大，都会打下来。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守下，我觉得这个 A 点其实不好守啊，很难守啊，很难守。神庙重点是在 B 点 ，A 点就是看你花几波时间去进攻而已。没错，这边成功打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Crappy 这边也换了自己的这个炮台的位置哦。是，现在夺命女上去，我们来看一下 QQ 哥的操作。哇，你看啊，两个人来了，哇，好多人啊，天哪！对对，直接过去找他哦，这个完全没关系啦。哦，哇，很准，真的准。真的准 ，QQ 哥真的强，真的很强。我刚正想讲说，他就好像那个大便一样，会很多苍蝇飞过来。是，真的是很可怜。可是你这样说，他像大便，其实也不太好、啊。对，就觉得不太对。对，但是这两个真的是苍蝇啊！你看，现在马上又过来了，好痴汉啊！怎么这样子啊？就说他是鲜花好了，一朵鲜花，鲜花，对，旁边会有很多恶心的东西会想要来，会有蜜蜂，对对对对对，还可以还可以，天，你很会，哎，还行啊，还行啊，蛮会，国文系的吗？我其实是人类学系的，人类学系，对我最会聊，我很理解人类的行为，没有问题哦，是，现在 XQQ 换了这个 Zambra， 我觉得不好，我觉得不好，我也觉得不好，我觉得不好，我觉得不好，他这边这个也太狂。对，就是你偷人家补包其实没差嘛，人家单补，等一下那个托比昂炮台谁能处理？对啊，没有人处理，没有人能处理。你看现在爽射，我就不觉得 XQQ 有那个勇气进到点上，对不对？他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你说我要害这一个，我要来入侵这个炮台，应该是蛮困难的。我们看到 DD 这边真的是射得好开心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有狙的话嘛 ，DD 搞不好不敢站在那个位置。但就因为他们没有狙，所以变成说是。迪迪可以把自己站在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位置、哦，而且迪迪现在的位置是进可攻退可守，没错。你如果来我就下去，你不来我跳，我就占据到一个很棒的位置。对，对我代表跳下去嘛。而且我有托比昂的这个装甲包，其实我比较难被你秒杀。没错，对，所以我觉得250滴血的76，天哪 ！QQ 哥的 Zambra 要打进去的话，只能够仰赖大局。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我觉得啊，他们现在会不会再塞一个大局？他现在要等他。六颗珠子，要打一个 dragon， 要打一个大的，要打一个 dragon， 打一个大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可是你知道这样他们会先输两波，他们应该到两分钟的时候才会有六个大的。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要来输两波的。是。他们应该是心里就是这样打算的，他们要来一个 dragon ball。是。那我觉得很简单呢、啊，你就有大局的人在家里等，没有大局的人往前去，然后打人，不错、啊，对不对？反正你都要 dragon ball 的，这样会比较好一些啊。而且我觉得 Zman 他的能量会来得非常的慢，他现在很难进场，对方有爆台，他也没有人跳。对他也没人跳，所以，这个真的难。我是怕 Zman 转好之前，这个七六已经射两轮了。对，很有可能哦。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Hee 的奶线，Hee 没有吃到奶线，有点奇怪，这有点奇怪。安娜也没有被限制到，所以安娜的位置应该跟 Hee 不太对称，所以这个你也不知道是安娜的问题还是 Hee 的问题。对，可是理论上，如果你们这个 Hee 他是一个 Faker 等级的人物的话，那绝对不是他的错。OK， 对，就是绝对是雪莉的错，对不对？好，先白抱歉。哦，这边这个已经来到了三颗，那小炮台都打不赢，我就不觉得 Zambra 好打、哦。有点尴尬、啊，这个真的，那托比昂是完全不理你，还在捶他的炮台，那个炮台对着你射的你不要不要的。搞不好托比昂根本没发现有人在打他。对，搞不好托比昂只是很无聊，在挂网的时候在打他的那个台子而。而且 Creepy 他是有研究过了，你不觉得他炮台架的点其实都还蛮精锐的？对对对对对。他刚刚采访的时候有讲了，他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辅助来玩，不是输出位，不是输出。我、这边杀 QQ 被抓到了，而且已经没有传送了，这边会死掉。哇，这边死前按了一个大绝哦、死前有按到 Q 出来，这个好有、OK，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Otoken 是直接炸了两个情况下 ，Creepy 进入到点内，近距离窄口的会战，目前哇，安娜奶现在给，而且 Creepy 现在的装甲包应该还在，开了大绝的情况下来看一下这边。既是七二又是死神的 Creepy 能不能够凯瑞？而且这是一个自干型的一个托比昂，
装甲包都只丢给自己身上。哦，他在点上有拖到时间，他真的是站住了。对，他好像真的是蛮厉害的。对，你说他当辅助完，我觉得他像比较像在当坦克。哇，这波三线的是交了五个大绝啊，但他好可惜没有能够打下来，而且连一趴都没有站到、啊。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我觉得他们要先处理的事情就是托比昂的炮台。这个东西要处理，那我们要怎么样进到里面去处理托比昂的炮台？就是你要先处理对方的刺客的骚扰跟心流枪线，这其实没有很难。你们需要一个莱因哈特，你们会需要一个莱因哈特。上次有需要一个莱因哈特，可是他们不换，因为他们 Zman 好不容易有大绝了，我等一下要进去。而且我觉得给 Zman 刚刚那一波，就算给 Zman 大也不会赢。对，看起来也不会赢。是，可是你为这边大绝，你真的进到里面开大，你现在的帮助大吗？我觉得不大，也不大、啊。我觉得真的不大。所以他们可能需要一个莱因哈特，然后那平推进去压进去，然后把那个炮台给处理掉。而且莱因哈特在面对到对方的这个只有一温斯顿一闪光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的正面要转点的这个速度其实不太会被骚扰到。这边反而是 AHQ 这边集气集的好开心啊！对啊对啊，你看这个温斯顿开大绝，然后上去被睡着，下来又被收掉。那这边应该要换了啦。如果你还不换，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输掉也没什么 ，OK， 对，就这样，这真的没什么。可是听起来好像真的没什么，好像真的没什么，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们赶快换吧。你看现在莫里斯等纳米忍者进去，对不对？然后温斯顿他们输出也不够，是怕他纳米忍者进去还没砍死一个人，而且没有人，这是第一把照着那个炮台而已，最多就这样。但是 Creepy 有大绝，我觉得这边纳米忍者进去都打不赢鲁星超等下第一把他很难，他很两难，我到底要造的是四兵七六，还是我要造 Creepy？ 这两个人绝对是站交叉火线。杀草围的情况下，张信哲这边的人绝对是被射爆。OK， 拔刀了，直接一个炉心超载，要站着。哦，准备砍死，成功砍死 Krabby， 再砍死一个阿妈。这个舰长不错，这个舰长不错，而且叉 QQ 点掉炮台，还不错，第一把自爆，点上了营运面。我们来看一下僵尸流他们要怎么自爆炸。不过呢，他们这边三 sister 自己也是倒下了两三名成员哦，现在人都还在赶路哦。是，但是。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营运面，这对面现在来换士兵七六，有点慢了，不过没关系。现在能不能看他 overnight 才是重点。哇，弟弟这边直接收掉了三个人啊！是这边进来马上被收掉，路修也倒了。营运面来说，选择往外吃哦，要把对方挡住了。对，营运面来说，他们刚刚安娜也倒的情况下，所以点上的人打不赢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overtime，OHQ 全员往前压，哇，好高的伤害啊！是这边 Callman 左键点击还不错，没有人看 overtime， 恭喜 HQ 3-0击败了 Sunseeker。哇，今天 HQ 的状态也是跟以往一样哦，都是非常的好，他是3-0结束掉了 Detonator， 之后再3-0结束掉了 Sunseeker 对，可是说实话，那一波最后一波，其实我觉得 Sunseeker 打得不错了。原是奈米忍者，他有抓到两个很大的，没错，抓了两个。对，劳工跟安娜都打掉。其实我觉得他们上一波的那个五星连珠也是打得相当不错。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波的 highlight。哇，又是一个 Eric 的 highlight。天哪 ，Eric 今天到底怎么了？是他打了六场，有五个 highlight。是，有一场被那个劳工抢走。他今天真的很亮。那边电就是上去吧，上去电，半空中直接把D8给电死了，下来电，这个蛮普通的啦，蛮普通的，但是已经不错了。对，我觉得可以聊一下 Sunseeker 的进攻，他们刚才的进攻是奈米忍者拔刀还不错，而且我刚刚说的那一件事情，就是托比昂的炮台跟D8的右键罩住两个交叉火箭的人，他们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XQQ 是直接把炮台打掉，然后那D8他就只要去负责去限制住 DZ 的士兵七六，没错，那一波的进攻其实对 Sunseeker 来说打的是他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的分工分得非常完美，对，挺不错的。可是你知道，就是打神庙的进攻不能够只是打得不错。你的营运面还要打出来，因为你一定会面对到对方的僵尸流，一定会复活，一定会来僵尸流，所以那个雪球一定要滚起来，不然的话是挡不住的。是的，所以我觉得目前已经有进步了。以前的是可能是连第一段都打不进去，没错没错，只是你要怎么样去应付到僵尸流，营运面要怎么做处理？那你的辅助的站位怎么样不要被抓到，或者是你进去的时候你要牺牲谁？基本上刚刚其实第一天他的安娜如果还活着的话，这边是蛮有机会再撑的。没错，而且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可以看，包括昨天的上次的安娜。对，我觉得蛮可惜的啦。包括他们昨天的比赛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在这种控制地图上面嘛，他们的 A 点都打得相当的不错，是对，但是呢到 B 点的时候就有点后继无力的感觉。就是僵尸流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大的，对，非常可惜。我觉得他还是要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可能还是要稍微研究一下 B 点的情况，因为毕竟能够踏到 A 点了嘛，对不对？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下一步就是踏 B 点了。没错没错，没有问题。那我们这边就要把画面交给我们的专业分析台了。
好的，我们来聊一下，在桑切尔上半场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守方，而且这样队伍是他们所选择。但你会发现在第一段的一个防守是被对方一波带走，包含第二波的一个 B 点，对于传统来讲，就是对守方来讲出生点够近，一样也是被对方给一波带走。那主要在第一段的桑切尔防守的时候，那刺客这边原师和闪光的话，想要清平台的人，但没有想到补给线的安娜站在左侧的二楼，所以他没有办法立即性的给队伍一个大量的治疗。这边蛮奇怪的，因为照理来说，他的补给线应该要架在那个据点的最后侧，然后可以补到整个广场的所有人。那为什么他会往左上角去打一个会战呢？而且，其实看到原氏还有闪光这边都是残血被路修给收掉，这边的是蛮奇怪的。就我们看到辅助没有做到自己该做的事情，反而是刺客。他们进场之后有杀到人，但他们都是残血被这个辅助给收掉。对，那包含在第二段的一个状况啊，其实也是一样，他们在守方的一个部分应该是自己的出生点近，应该可以稍微守得住了，也是一样被一波带走。就是输在营运部分，像刚才其他神文讲，我们看到昨天 Blank 好 ，Blank 昨天就是两只坦克，攻击方要进攻的时候，我身为防守方刺客阵，我两只坦克去跟你做焦灼的时候，就是或者是你收掉我家一只七六的时候，可是我加另外一只刺客 IEG up 的闪光就会去吃你后排。那这边就是一个，你防守方，你出三月，那我就稳稳在点上，我本钱被你打。但是我出刺客阵，其实你要用刺客阵去清平台上的坦克吗？其实这是个很没效率的事情。那你这时候不如把坦克的一个生命来源补给线给摧毁掉。那这个是，就是你在打这种战地图，你身为防守方要知道的一个蛮基本的观念嘛，就是摧毁补给线这件事。对，因为攻方的第二段其实它是打持久战，对，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的补线够好的话，你一直在后面补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保有你自己攻方去站点。那这个时候其实正面倒没关系啊，你就是把他那个安娜弄爆嘛，路西欧弄爆，再打持久战，即便你一开始人数劣势没关系，因为我的守方出生点近啊，我马上就出来了。那可能在这个部分他们做的不是那么的理想，对于自己队伍的价值没有发挥出来。那你想要那样子做再点上打的话，那你不如选个三一二或者222平飞阵出来守。就变成是在那个第二段防守的时候，可能要协同两个人同时出来，因为如果你一个人出来劣势方的时候，没有办法造成点上的人数减员的话，那变成是用两个人的方式先把安娜处理掉。当对面补给线断的时候，那点上营运站的话，慢慢的出来一个一个从点上或者是这边选的小美的话持续拖点的话，我觉得形成僵尸流的打法应该是有机会守第二段。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来聊一下桑切尔他们的一个进攻，其实他们进攻第一段我觉得打得不错。嗯，那第二段的话他们选择做汉影进去，那当然那一波我们有看到他们当然汉影开大，然后 D.Va 直接丢自爆弹，那一波感觉是有机会打下来，但是最后还是被守住了。今天讲 A 点来说，其实比较像是 AHQ 这边的失误。Lazy Titan想要去抓夺命女，那他这边选的是 D.Va， 那我们看他 D.Va 被那个棚子的地形好像那种是给卡到了，那加上自己飞行时间也没，所以是直接掉到了六个人当中，直接被集火掉。那像刚聂宝提到说，其实你这种时候要去抓夺命女的话，最好是两只坦克一起上。或者是有一个机动性的角色去抓，那看起来刚 H 应该比较 OK 吧？H 可能是没有忍者吧？对，没有忍者去抓他，那反而是在一个闪光，然后D.Va 这边直去飞那个沼泽女的时候，他的路径就很明显，而且 D.Va 显得变得比较笨重一点。有没有看到他在中段的时候，甚至他好像冲到一半没油了，这边落了下去，然后直接被那个坦克给集火收掉，然后再来是Creepy 的炮台盖在了点。巨人的右上角，可是那个位置会被夺命女在左侧的平台直接狙掉，所以这也导致了 Creepy 原本那个炮台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刺客，但是既然那边被瞬狙掉，那这样子你防刺客的意义就没有。对，那炮台位置有点尴尬，你架前面一点，你架后面一点不会被狙，但是你打到点上。对，那在第二段的部分，其实桑切尔他们使用汉影，那汉影的这个角色其实我们都觉得第一段他们自爆弹打进去那一波打得不错，可是后面后继无力啊。对，他们是集到一个很多灯，然后去打一波。那你知道说汉影的一个大招式其实是一个 debuff， 那这时候其实你要配合的是队友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说我一个大招丢了他们全部被毒死之类的。那这种没看到是，假如这时候 Molis 的一个忍者拔刀收头不顺，他们截这个六灯其实就会变得是浪费时间。对，最后是没有能够打进去，非常非常可惜啊。其实照理说，当对面是缺少单保护的状况下的话，你只要能处理掉托比亚那个炮台，那其实靠着忍者的奈米忍者应该是一波可以灌进去的，但没有想到这边挤了六灯，然后星星还在有一段是在平台被碎，然后撤退之后还被点掉，我觉得那段还是蛮奇怪的。那个炮塔真的是让他们很没有人敢再点上陷阱，尤其是那个汉影，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收到红残血的人员，那我一陷阱就被炮台直接点残，这次就是
他们被这个炮台消耗掉真的很多的时间。当然有一个方式的话，可以把那个炮台硬破掉啊。当然是用自爆，当对面的那个劳工开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自爆的优势把这个炮台直接抵消掉。对，清场之余顺便清炮塔。这样说有点消极啊，但是这也是逼不得已的用法，因为当对面没有单保护技的时候，其实忍者就该做到事情，因为忍者其实最怕的就是音波屏障开下去，你砍不到任何一个人。那反而当对面的路西欧换成劳工的时候，你就要想有一个应对措施，或者是你就必须要利用这个突破口去把这个安娜直接干掉，之后再把炮台给清掉。对，这是会是第二段最好的解法。对，那么我们也恭喜客场队伍 HQ 最终是3比0获胜。那等一下也会专访 HQ 的队员哦。那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在现场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离开，因为这个访问结束之后，我们将会抽出温斯顿的公仔哦。哇！对，我们这边把时间交给现场的主持人。好的，谢谢专业的分析台，现在就要进行我们的赛后访问时间啦。在我身旁的就是 HQ 的 Eric，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嗨，大家好。好，他今天已经先跟我预告说他今天访问会比较神话，所以我要快速准备很多问题给他。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身为莱茵啊，在刺客阵里面，你会先注意到对方的塔还是刺客呢？为什么？我会先注意对面的刺客，因为我们是打地推，然后刺客多的话会弄后排，等于说我要先报情报给他们说刺客会从哪个地方来，然后我再专心的对坦克。在刺客阵里面，其实你有使用到温斯顿跟莱茵这两个角色，比较起来的话，你的温斯顿比较没有那么强势，你自己怎么看？确实没有，因为之前在上海练习，就是有去那边打比赛，然后都是以312为主，然后是回来之后，然后才想说就是要练刺客阵，然后刚好就是练，就是我还没抓到温斯顿的那个概念吧。就是对，还要再加油。那其实你在使用这个莱茵上，我们刚刚分析台其实有跟我提过说，你在联赛里面其实是排名第一的，有没有哪一队的选手在使用莱茵上面你觉得是跟你平分秋色的呢？我觉得应该是 BLK 的 Trill 吧。我觉得他的莱茵就是比我强势很多，就是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比他还要优秀的地方。如果硬要你打分数，你自己满分是十分，你几分他几分？他应该八吧，我应该七而已。七，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说他的莱茵在发挥上面会比你出色？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可能我比赛当天没睡饱，他应该就会比我强一点。没睡饱的情况下，所以应该队员也要提醒你说要睡饱才可以来比赛。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莱茵在对峙的时候，你自己怎么跟安娜做沟通来做前压这个动作呢？基本上就是可能我大绝快有，可能那时候就会刚好对那个安娜会有大招，然后我就会跟她说这波可以给我，就是我看好位置，然后就会一直扣她，然后我就可能直接出去了。有没有忽略你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有啊，基本上都会理你的。对对对。好，我们严肃的问题访问完了，刚刚我们分析台有说到说，现在我们要在现场抽出温斯顿的公仔，那我们就请 Eric 来帮我们抽出。看哪位幸运儿可以获得呢？现场观众很紧张吗？82，有没有在现场？没有的话，主持人自己没收。有吗？是一定要在现场才可以拿吗？对不对？82，再三确认一次，82一次，82两次，82第三次。好，没有，那我们就再抽一个。一定要在现场才有奖哦。57，有没有中奖了？好，就懂。你先不用上台，没关系，等一下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领奖。好的，再次谢谢 Eric 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恭喜 HQ 拿下了3连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进我们的战队访问。